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四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。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善财童子蒙善知识力，依善知识教，念善知识语，于善知识生心爱养，作是念言：因善知识令我见佛，因善知识令我闻法。善知识者，是我师父示导于我诸佛法故；善知识者，是我眼目令我见佛如虚空故；善知识者，是我经济令我得入诸佛如来莲花池故。渐渐南行至海潮处，见普庄严园，众宝圆墙周匝围绕，一切宝树行列庄严，一切宝花树育种妙花布散其地，一切宝香树香气纷晕普熏十方，一切宝蛮树遇大宝蛮处处垂下，一切摩尼宝王树遇大摩尼宝遍布充满，一切宝衣树遇种种色衣随其所应周匝敷布，一切音乐树风动成音，其音美妙过于天乐，一切庄严巨树各欲珍万奇妙之物，处处分布以为严饰，其地清净无有高下，于中具有百万殿堂，大摩尼宝之所合成百万楼阁，阎浮檀金以覆其上，百万宫殿毗卢遮那摩尼宝建措庄严，一万玉池众宝合成，七宝蓝笋周匝围绕，七宝街道四面分布，八功德水湛然盈满，其水香气如天旃檀金沙布底，水清宝珠周遍建措，浮雁孔雀巨指罗鸟游戏其中，出和雅音宝多罗树周匝行列，覆以宝网垂珠金铃，微风徐摇横出美音，施大宝帐宝树围绕，建立无数摩尼宝床，光明普照百千游巡，其中富有百万皮池，黑毡檀泥凝积其底，一切妙宝以为莲花敷布水上，大摩尼花光色照耀，园中富有广大宫殿名庄严床，海藏妙宝以为其地，毗琉璃宝以为其柱，阎浮檀金以覆其上，光藏摩尼以为庄严，无数宝王光焰炽然，重楼斜阁种种装饰，阿卢那香王觉悟香王皆出妙香普熏一切，其宫殿中富有无量宝莲花座周回布列，所谓照耀十方摩尼宝莲花座，毗卢遮那摩尼宝莲花座照耀世间摩尼宝莲花座，妙藏摩尼宝莲花座狮子藏摩尼宝
莲花座，离垢藏摩尼宝莲花座，普门摩尼宝莲花座，光严摩尼宝莲花座，安住大海藏清净摩尼王宝莲花座，金刚狮子摩尼宝莲花座，园中富有百万种障，所谓衣障、蛮障、香障、花障、枝障、摩尼障、真金障、庄严巨障、音乐障、象王神变障、马王神变障、地势所着摩尼宝障，如是等其数百万，有百万大宝网弥覆其上，所谓宝林网、宝盖网、宝生网、海障珍珠网、干琉璃摩尼宝网、狮子摩尼网、月光摩尼网、种种形象众香网、宝冠网、宝璎珞网，如是等其数百万，有百万大光明之所照耀，所谓焰光摩尼宝光明、日藏摩尼宝光明、月床摩尼宝光明、香焰摩尼宝光明、圣藏摩尼宝光明、莲花藏摩尼宝光明、焰床摩尼宝光明、大灯摩尼宝光明、普照十方摩尼宝光明、香光摩尼宝光明，如是等其数百万，常遇百万庄严具，百万黑毡檀香出庙音声，百万出过诸天曼陀罗花而已散之，百万出过诸天璎珞以为庄严，百万出过诸天妙宝蛮带处处垂下，百万出过诸天众色妙衣，百万杂色摩尼宝妙光普照，百万天子星耀瞻仰头面作礼，百万才女于虚空中投生而下，百万菩萨恭敬清净常要闻法，十修舍优婆夷坐真经座，带海藏珍珠网冠，挂出过诸天真经宝串，垂盖清法大摩尼网庄严其手，狮子口摩尼宝以为耳当，如意摩尼宝王以为璎珞，一切宝网垂覆其身，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屈躬恭敬，东方有无量众生来益其所，所谓梵天、梵众天、大梵天、梵辅天、自在天，乃至一切人及非人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皆亦如是，其有见此优婆夷者，一切病苦悉得除灭，离烦恼垢，拔诸见刺，摧障碍山，入于无碍清净境界，增明一切所有善根，长养诸根，入一切智慧门，入一切总持门，一切三昧门，一切大愿门，一切妙行门，一切功德门，皆得现前，其心广大，具足神通，身无障碍，至一切处。尔时善财童子入普庄严园，周遍观察，见修舍优婆夷坐于妙座，往诣其所，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佛言：圣者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
云何修菩萨道？我闻圣者善能诱惑，愿为我说。修舍告言：善男子，我唯得菩萨一解脱门，若有见闻意念于我，与我同住，供给我者，悉不唐捐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不种善根，不为善友之所摄受，不为诸佛之所护念，是人终不得见于我。善男子，其有众生得见我者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过不退转。善男子，东方诸佛常来至此，处于宝座，为我说法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切诸佛悉来至此，处于宝座，为我说法。善男子，我常不离见佛闻法，与诸菩萨而共同住。善男子，我此大众有八万四千亿那由他，皆在此缘与我同行，悉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其余众生住此缘者，亦皆普住不退转位。善财博言：圣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九境也。答言：善男子，我亦过去于燃灯佛所修行犯行，恭敬供养，闻法受持，次前于离垢佛所出家学道，受持正法，次前于妙床佛所，次前于圣须弥佛所，次前于莲花德藏佛所，次前于毗卢遮那佛所，次前于普眼佛所，次前于梵寿佛所，次前于金刚齐佛所，次前于婆楼那天佛所。善男子，我亦过去于无量劫无量生中如是次第三十六恒河沙佛所，皆悉成事，恭敬供养，闻法受持，进修犯行，于此以往佛智所知，非我能测。善男子，菩萨初发心无有量，充满一切法界故，菩萨大悲门无有量，普住一切世间故，菩萨大愿门无有量，究竟十方法界故，菩萨大慈门无有量，普覆一切众生故，菩萨所修行无有量，于一切刹一切劫中修习故，菩萨三昧力无有量，令菩萨道不退故，菩萨总持力无有量，能持一切世间故，菩萨智光力无有量，普能证住三世故，菩萨神通力无有量，普现一切刹网故，菩萨辩才力无有量，一因一切悉解故，菩萨清净身无有量，悉遍一切佛刹故。善财童子言：圣者，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答言：善男子，菩萨不为教化调伏依众生故发菩提心，不为教化调伏百众生故发菩提心，
乃至不为教化调伏，不可说不可说转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教化依世界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教化不可说不可说转世界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教化言菩提为成数世界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世界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教化不可说不可说转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世界众生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供养依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转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供养依世界中四谛心事诸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转世界中四谛心事诸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供养依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世界中四谛心事诸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为成数世界中四谛心事诸如来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严禁依世界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严禁不可说不可说转世界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严禁依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世界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严禁不可说不可说转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世界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住持依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住持不可说不可说转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住持依世界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住持不可说不可说转世界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不为住持一言菩提为成数世界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乃至不为住持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为成数世界如来以法故，发菩提心。如是略说。不为满一佛誓愿故，不为往一佛国土故，不为入一佛众会故，不为持一佛法也故，不为转一佛法轮故，不为知于世界中诸劫次第故，不为知以众生心海故，不为知以众生根海故，不为知以众生业海故，不为知以众生行海故，不为知以众生烦恼海故，不为知以众生烦恼习海故。乃至不为知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为成数众生烦恼习海故，发菩提心。欲教化调伏一切众生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严禁一切诸佛国土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护持一切诸佛正教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成满一切如来誓愿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往一切诸佛国土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入一切诸佛众会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知一切世界中诸劫次第悉无余故，
发菩提心。欲知一切众生心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知一切众生根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知一切众生业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知一切众生行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灭一切众生诸烦恼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欲拔一切众生烦恼习海，悉无余故，发菩提心。善男子，取要言之，菩萨以如是等百万恶僧祇方便行故，发菩提心。善男子，菩萨行普入一切法皆正德故，普入一切刹悉严禁故。是故善男子，严禁一切世界禁，我愿乃禁。拔一切众生烦恼习气禁，我愿乃满。善财童子言，圣者，此解脱名为何等？答言，善男子，此解脱名离忧安隐床。善男子，我为知此一解脱门，如诸菩萨摩诃萨其心如海，悉能容受一切佛法，如须弥山智意坚固不可动摇，如善煎药能除众生烦恼重病，如明镜日能破众生无明暗障，犹如大地能作一切众生衣处，犹如好风能作一切众生毅力，犹如明灯能为众生生智慧光，犹如大云能为众生欲极灭法，犹如净月能为众生放福德光，犹如地势悉能守护一切众生。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？善男子，于此南方海潮之处有一国土名那罗素，中有仙人名毗目屈沙。汝亦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？十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殷勤瞻仰，悲泣流泪，作事思维，得菩提难，尽善之事难，欲善之事难，得菩萨诸根难，尽菩萨诸根难，直同行善之事难，如理观察难，依教修行难，直欲出生善心方便难，直欲增长一切智法光明难，作事念已，辞退而行。尔时善财童子随顺思维菩萨正教，随顺思维菩萨进行，生增长菩萨福利心，生明见一切诸佛心，生出生一切诸佛心，生增长一切大愿心，生普见十方诸法心，生明照诸法实性心，生普散一切障碍心，生观察法界无碍心，生清净一宝庄严心，生摧伏一切众魔心，渐渐游行至那罗素国，周遍推求毗目屈沙，见一大林阿僧祇树以为庄严，所谓种种业树扶疏不惑
种种花树开敷鲜荣，种种果树相续成熟，种种宝树玉摩尼果，大旃檀树处处行列，诸澄水树常出好香，月异香树妙香庄严，坡栅罗树四面围绕，离居绿树其声耸浊，阎浮檀树常遇甘果，优波罗花波头摩花以言持掌，十善财童子见彼仙人，在旃檀树下敷草而坐，领徒一万，或着鹿皮，或着树皮，或覆边草以为衣服，髻环垂鬓，前后围绕。善财见矣，往诣其所，五体投地，坐如是言：我今得遇真善之事，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门，令我得入真实道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圣，令我得至如来地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传，令我得至至宝洲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具，令我得生实力光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道，令我得入涅槃成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灯，令我得见以显道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桥，令我得度险恶处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盖，令我得生大慈良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也，令我得见法性门故；善之事者，则是去下一切智潮，令我满足大悲水故；作事于已，从地而起，绕无量匝，合掌前住，佛言：圣者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。我闻圣者善能诱惑，愿为我说。十毗目瞿沙故其徒众而作是言：善男子，此童子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，此童子普施一切众生无畏，此童子普与一切众生利益，此童子常观一切诸佛智海，此童子欲引一切甘露法语，此童子欲测一切广大法海，此童子欲令众生住智海中，此童子欲普发起广大悲云，此童子欲普喻于广大法语，此童子欲以智月普照世间，此童子欲灭世间烦恼毒热，此童子欲长含世一切善根。十诸仙众闻是语已，各以种种上妙香花散善财上，投生坐礼，围绕恭敬，坐如是言：今此童子必当救护一切众生，必当除灭诸地狱苦，必当永断诸畜生道，必当转去阎罗王界，必当关闭诸难处门，必当干结诸爱欲海，必令众生永灭苦运，必当永破无明黑暗，必当永断贪爱戏福，并以福德大
大龙为山，围绕世间，必以智慧大宝须弥显示世间，必当出现清净智日，必当开示善根法藏，必使世间明示显义。十皮目屈沙告群仙言：善男子，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必当成就一切智道。此善男子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尽一切佛功德地。十皮目屈沙告善财童子言：善男子，我得菩萨无胜床解脱。善财伯言：胜者，无胜床解脱境界云何？十皮目仙人即生右手，摩善财顶，执善财手。即时善财自见其身，往十方十佛刹为成数世界中，到十佛刹为成数诸佛所，见彼佛刹及其众会，诸佛相好，种种庄严，亦闻彼佛随诸众生心之所要而演说法，一闻一句皆悉通达，个别受持无有杂乱，亦知彼佛以种种解净持诸愿，亦知彼佛以清净愿成就诸力，亦见彼佛随众生心所现色相，亦见彼佛打光明网，种种诸色清净圆满，亦知彼佛无碍智慧达光明力，又自见身于诸佛所。今一日也，我七日也，半月，一月，一年，十年，百年，千年，我今一年，我阿语多一年，我那由他一年，我今半劫，我今一劫，百劫，千劫，我百千亿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成数劫。尔时善财童子为菩萨无胜床解脱至光明照故，得毗卢遮那藏三昧光明，为无尽智解脱三昧光明照故，得普摄诸方陀罗尼光明，为金刚轮陀罗尼门光明照故，得及清净智慧心三昧光明，为普门庄严藏般若波罗蜜光明照故，得佛虚空藏轮三昧光明，为一切佛法轮三昧光明照故，得三世无尽智三昧光明。十彼仙人方善财手，善财童子即自见身还在本处。十彼仙人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汝意念也。善财言：为，此是圣者善知识力。仙人言：善男子，我为知此菩萨无胜床解脱，如诸菩萨摩诃萨成就一切殊胜三昧，于一切时而得自在，于一念顷出生诸佛无量智慧，以佛智灯而为庄严普照世间，一念普入三世境界，分行遍往十方国土，智生普入一切法界，随众生心普现其前，观其根行而为利益，放尽光明甚可爱耀，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，彼殊胜愿，彼庄严刹，彼智境界，彼三昧所行，彼神通变化，彼解脱游戏，彼声相差别，彼音声清净，彼智慧光明。善男子，于此南方有一聚落，
名伊沙那，有婆罗门，名曰胜热。如意比问：菩萨云何？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。十，善财童子欢喜踊跃，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殷勤瞻仰，辞退难行。尔时善财童子为菩萨无胜床解脱所照顾，助诸佛不思议神力，正菩萨不思议解脱神通智，得菩萨不思议三昧之光明，得一切时熏修三昧之光明，得了知一切境界皆依想所住三昧之光明，得一切世间殊胜之光明，于一切处悉现其身，以究竟智说无二无分别平等法，以明镜智普照境界，凡所闻法皆能忍受，清净信解，于法自性决定明了，心恒不舍菩萨妙行，求一切智永无退转，获得实力智慧光明，勤求妙法常无厌足，以正修行入佛境界，出生菩萨无量庄严，无边大愿悉以清净，以无穷尽智知无边世界网，以无怯弱心度无量众生海，了无边菩萨诸行境界，见无边世界种种差别，见无边世界种种庄严，入无边世界为细境界，知无边世界种种名号，知无边世界种种言说，知无边众生种种解，见无边众生种种行，见无边众生成熟行，见无边众生差别想，念善之事见次游行，至一刹那聚落见彼胜热，修诸苦行，求一切智四面火炬犹如大山，中有刀山高峻无极，当彼山上投生入火。十，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合掌而立，坐如是言：圣者，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。我闻圣者善能诱惑，愿为我说。婆罗门言：善男子，汝今若能上此刀山，投生火炬，诸菩萨行悉得清净。十，善财童子作如是念：得人生难，离诸难难，得无难难，得尽法难，得执佛难，具诸根难，闻佛法难，遇善人难，逢真善之事难，受如理正教难，得正命难，随法行难，此将非魔，魔所食也，将非是魔，险恶图党，乍现菩萨善之事相，而欲为我作善根难，作寿命难，仗我修行一切智道，牵我令入诸恶道中，欲障我法门，障我佛法，作是念时，时迁梵天在虚空中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莫作是念，莫作是念，今此圣者得金刚焰三昧光明，发大精进，度诸众生，心无退转，欲结一切贪爱海，欲结一切邪见网，欲烧一切烦恼心，欲照一切祸愁林，欲断一切老死不，欲坏一切三世障，
欲发一切法光明。善男子，我诸梵天多着邪见，皆悉自为是自在者，是能作者，于世间中我是最胜。见婆罗门无热至身，于自宫殿心不要着，于诸禅定不得滋味，皆共来意婆罗门所。时婆罗门以神通力是大苦行，为我说法，能令我等灭一切见，除一切慢，住于大慈，行于大悲，起广大心，发菩提意，常见诸佛，恒闻妙法，于一切处心无所爱，复有十千诸魔在虚空中，以天摩尼宝散婆罗门上，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无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应夺于我所有宫殿诸庄严具，皆如巨墨，令我于中不生要着。我与眷属来意其所，此婆罗门为我说法，令我及于无量天子诸天女等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，复有十千自在天王于虚空中各散天花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无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应夺我等所有宫殿诸庄严具，皆如巨墨，令我于中不生爱着，给予眷属来意其所，此婆罗门为我说法，令我于心而得自在，于烦恼中而得自在，于受生中而得自在，于诸业障而得自在，于诸三昧而得自在，于庄严具而得自在，于寿命中而得自在，乃至能于一切佛法而得自在，复有十千化乐天王于虚空中作天音乐，恭敬供养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无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照我宫殿诸庄严具及诸才女，能令我等不受欲乐，不求欲乐，身心柔软，给予众具来意其所。时婆罗门为我说法，能令我等心得清净，心得明洁，心得纯善，心得柔软，心生欢喜，乃至令得清净实力清净之身，生无量身，乃至令得佛身、佛语、佛声、佛心具足，成就一切智智，复有十千都率天王、天子、天女、无量眷属于虚空中欲众妙香，恭敬顶礼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无热至生时，令我等诸天及其眷属于自宫殿无有要着，共益其所，闻其说法，能令我等不贪境界，少欲知足，心生欢喜，心得充满，生诸善根，发菩提心，乃至圆满一切佛法，复有十天三十三天，并其眷属天子天女
前后围绕，于虚空中欲添曼陀罗花，恭敬供养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着至生时，令我等诸天于天音乐不生耀浊，共以其所。十婆罗门为我等说一切诸法无常败坏，令我舍离一切欲乐，令我断除骄慢放逸，令我爱要无上菩提。又善男子，我当见此婆罗门时，须弥山顶六种震动，我等恐怖皆发菩提心，坚固不动，复有十千龙王，所谓依那跋罗龙王、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等，于虚空中遇黑旃檀无量龙女奏天音乐，遇天妙花及天香水，恭敬供养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普照一切诸龙宫殿，令诸龙众离热沙布、金翅鸟布，灭除嗔恚，深得清凉，心无垢浊，闻法信解，厌恶龙趣，依至诚心毁除业障，乃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，助一切智。复有十千夜叉王于虚空中以种种供具恭敬供养此婆罗门，即以善财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热至生时，我即眷属悉于众生发慈悯心，一切罗刹鸠盘图等一生慈心，以慈心故，于诸众生无所恼害而来见我，我即彼等于自宫殿不生耀浊，给予共聚来益其所。十婆罗门即为我等如因说法，一切皆得身心安乐，又令无量夜叉、罗刹、鸠盘图等发于无上菩提之心，复有十千前闼婆王于虚空中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照我宫殿，悉令我等受不思议无量快乐，是故我等来益其所。此婆罗门为我说法，能令我等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复有十千阿修罗王从大海出，住在虚空，梳右西轮，合掌前礼，作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热至生时，我阿修罗所有宫殿、大海、大地悉皆震动，令我等舍骄慢放逸，是故我等来益其所，从其闻法，舍离产狂，安住忍地，坚固不动，圆满实力。复有十千迦楼罗王永力持王而为上首，化作外道童子之形，于虚空中唱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舞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照我宫殿，一切震动皆悉恐怖，是故我等来益其所。十婆罗门即为我等
如因说法，另修习大慈，称赞大悲，度生死海，于淤泥中拔济众生，探菩提心，起方便智，随其所宜调伏众生，复有十千紧那罗王于虚空中唱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五热至生时，我等所住宫殿诸多罗树、诸宝灵网、诸宝增带、诸音乐树、诸妙宝树及诸乐器，自然而出佛声、法声及不退转菩萨僧声，愿求无上菩提之声，于某方某国有某菩萨发菩提心，某方某国有某菩萨修行苦行，难舍能舍，乃至清净一切智行，某方某国有某菩萨往诣道场，乃至某方某国有某如来作佛事已而播涅盘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以阎浮提一切草木末为围城，此围城数可知边际，我宫殿中宝多罗树乃至乐器所说菩萨名、如来名、所发大愿、所修行等，无有能得知其边际。善男子，我等以闻佛声、法声、菩萨僧声，生大欢喜，来诣其所。十婆罗门即为我等如因说法，令我及于无量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，复有无量欲界诸天于虚空中依妙供具恭敬供养，唱如是言：善男子，此婆罗门五热至生时，其火光明照阿鼻等一切地狱诸所受苦，悉令修习。我等见此火光明故，心生敬信，依信心故，从彼命中生于天中，为之恩故而来其所，恭敬瞻仰，无有厌足。十婆罗门为我说法，令无量众生发菩提心。尔时善财童子闻如是法，心大欢喜，于婆罗门所发起真实善知识心，头顶礼敬，唱如是言：我于大圣善知识所生不善心，唯愿圣者容我悔过。十婆罗门即为善财而说圣言：若有诸菩萨顺善知识教，一切无疑惧，安住心不动，当知如是人，必获广大利，作菩提树下，成于无上觉。尔时善财童子即登刀山，自投火炬，位置中间，即得菩萨善住三昧，财处火焰，又得菩萨极净乐神通三昧。善财伯言：圣其圣者，如是刀山即大火炬，我生处时安隐快乐。十婆罗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我为得此菩萨无尽轮解脱，如诸菩萨摩诃萨大功德业，能烧一切众生见惑，
令无有余，必不退转，无穷尽心，无懈怠心，无怯弱心，发如金刚藏那罗延心，即修诸行，无迟缓心，愿如风轮，普持一切精进大事，皆无退转，而我云何能知？能说彼功德行，善男子，于此南方有臣，名师子奋训，中有童女，名曰慈行。汝亦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？十善财童子顶礼其足，绕无数匝，辞退而去。